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18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11局的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范应若五段和韩国的主将朴廷桓九段。此前呢，由于我们的小将范廷钰他的出色发挥，7连胜，所以呢，这个到了范蕴若这儿呢，就直接已经调到了韩国的主将，而且日本队呢已经提前出局了。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盘棋是其实到最后啊，是日本早就出局，是让韩国最后一个人了。是没错，而我们还之后除了这个范蕴若以外呢，还有三员大将，连笑柯洁。对，这个形势应该说可能是历届最好的。是。所以呢，现在这个从整体来说，也说明了现在这个三国的整体形势，差不多能够印证。因为中国现在后备力量比较充足，韩国呢反而这两年在走下坡路，我感觉这个韩国这个尤其在国际比赛当中跟我们这两年都是就和我们那个年代啊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了。对，那刘老师您觉得像朴廷桓这样的实力我们已经跟他拉开距离了吗？可以说已经盖住他了吗？不能这么说。那个过去我们那个年代，主要李昌镐一统天下，他老是到打到最后，他一个人就一下子都把我们这个干掉。因为那个李昌镐那个时候的确很厉害。现在朴廷桓真的是比和李昌镐是有距离了。再说我们也强了，对，后辈明显的呢，也多。多很多棋手了，是我们不单单有一个柯洁。对，好，我们那个来看看这盘棋吧。这盘棋是这个朴廷桓执黑对那个范蕴若，好吧？好，这个黑棋是朴廷桓，对，下了一个，对，这个啊挂角，然后这个是其实流行布局，以前下的多一些，现在当然又抓起来再继续下，继续这么走。但是这个棋啊，这往下再看啊，他走这个，然后挂一下角，二尖高夹，然后这个小飞，这个形状啊，以前不陌生，因为这个局部的研究那个时候研究的很多了，这个都流行过一段时间了。没错。但是这盘棋呢，他又开始下用这个棋。这个韩国棋手有很多，他老用这个黑棋，我也不明白。但是用这黑棋呢，战绩不好。有时屡战屡败，他还是每次还在用。这个我也很执着，我也不明白。这个我们就继续看啊。这个我只说的这个棋呢是后面的这个变化，我们看啊，压一个，搬一个，有的是先搬，有的就是现在靠一个，白就顶，这个变化呢，搬下，对，就现在这个棋，拆二，对，这个棋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屡战屡败，屡败定式是吧？就是这个定式，黑棋。老下这个黑棋，其实我是不是很喜欢这个黑棋？觉得这个黑棋啊，目不大，因为全局啊，白棋还很广，就是这个捞了一块空，但实际上白棋后面的比较宽，喜欢白棋的我觉得会多一点。韩国那个谁啊，金智熙也是用这个黑棋用的挺多的，但是我统计这个胜率啊，应该是白棋的。用这个布局的白棋胜率高，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白棋，他搬的，对，搬的时候是不是退的，也有尖顶的，对，比如说他尖顶，对对对，黑棋打起来，搬的，这个过去，这个好像下挺多的，多，这个流行，但是呢，现在是退的也很多，这个都可，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选的，都行啊，然后白棋是实战白棋，白棋退一个，对，挺好。这个白棋退一个，这个喜欢白棋的会多一些。现在这个黑棋是往那面，黑棋是走什么了？黑棋是飞压一个飞。但是刘老师，
既然白棋现在选择了这个退，本来不是有很多说下法都是尖顶，然后黑棋打起来，白棋虎一个。是。那黑棋现在是不是得赶紧走这个子啊？如果不走的话，被白棋盯一个会不会太大？走也是另外一种下法，你走嘛，白棋总是他外面能走后。哦。走后之后，他那面也大呀。哦。然后下面。是不是觉得这手棋还是都可以，有可能会落后手？对，这面你不走总是大的。对，下面他是往那面走，飞的是吧？哦，现在黑棋飞压一个，对对对，那白棋肯定是冲断了，总是不会爬到底下去的这样子棋。然后他靠一个，嗯，很靠，嗯，长一个，对。那么黑棋是扳的，是丁氏是长，对。是吧？但长呢？现在可能是他有所什么担心。他如果是黑棋长在这里，长一个，他担心他走这个，哦，也可能是有这个担心。嗯嗯，这是另外一种下法，是吧？这个好像比较复杂，接下来。复杂，对，是的。他有点担心这个，他搬在那里啊。嗯。他黑棋选择的搬，但是这个现在都是定式的一种，没有什么说一定的好和不好。嗯。他是跳的，黑棋就跳了一个。对，这个棋就是稍微虚晃一下，嗯，跳在这里，也不打，就直接跳。这个等于是把这挪到这面的。是不是看着这白棋底下的形势还比较大，所以黑棋的方向还是偏向于往这边走棋？他选择的这面，那白棋盯到了一下，这个盯我觉得特别大。盯也大，但是拆也有、嗯、啊。这个两种选择是每个人的这个判断不一样。我们那边有一些九段高手说是不是拆一个大，当然也有这么说法。那但是那个砸钉，我觉得不失为一步大棋。刚才你还说那个不走那面，主要走这个角上。我想走。现在走了一圈呢，那个回过时候那个砸钉非常大，我觉得砸钉还是可以的。嗯，是砸钉，因为这个砸钉完了，你还要照顾这一块，以那个吃掉木很大，那面呢非常空旷，让黑棋来走。嗯，黑棋现在往这儿拆了一下。这个是明显的了。对，如果你去尖在上面，当然是直接走，但是黑棋往白棋往上面飞，那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啊、很复杂的变化，所以拆完再尖的就厉害了。现在白棋飞一个，这个是一个，其实这个形状是定式的继续，对，这是一个普通的交换，应该说亏啊不亏啊，这个差不多是个丁，不，这现在目前来说，从现在来说布局来说，嗯，因为这个地方喜欢白的多，我不喜欢这两个黑棋，嗯，那总的来说还是个两分棋，对，还早得很，早还是个两分棋，嗯、是的，哎、没有说是谁现在一定是就一定好，不能说，下面黑棋现在搬了一个，搬这个，对，哦。他往这边动手也挺奇怪的，就觉得看着这个。不过你往上跳的话、嗯，这个有点太孤单。他能往上白棋这一长，自己一个人跳的，往上跳，是先搬一个看一看白棋怎么走。不走呢，我这个有可能跳起来。是，嗯，那白棋得搬住啊。虽然说是二子头被搬住了，但是他也搬住是怎么想呢？他说是你要搬呢，我就长、嗯，顺势把这个吃掉。如果这样的话，他会长一个，再压再长。这个空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他会是这样，我觉得你这个，竖一道边没啥作用，我那个班子吃了再说。嗯，轨道的可能是这样。嗯，很愉快。所以他是搬借这个力，看你是连搬呢，还是那面跳呢，还是怎么样？嗯。他先搬了一下。先搬一下这个。对，这是他先手，是早该定型的，他也没有。这个打出来倒是决断的，有这个是第一感是想打出来。嗯，这个打出来呢是普通的下法。他既然把这个搬掉了，他肯定是打算把这个要打出来。但是打出来之前呢，因为一般不肯走。打出来之前有可以考虑什么呢？可以再做个准备。嗯，比如说这个打之前，我不要先打，我先爬一下。爬在二路，单爬二路，这个棋走在这里，单爬这个，对，这个棋先爬一下，问一下对方的你是走哪里，单爬，我想你可能多数是虎住，
这个时候爬，它多半会糊。哎，然后你再打，然后再打出来。哎，对对对对对。那就说是这个变化，嗯，有可能就是你就以后爬就和后来这个实战有所不同了。嗯嗯，这样呢，可能是反正这个爬就先爬掉。嗯。这样可能会好点。嗯。如果这样的话，白棋接下来大概得回补一个吧。不补被刺了一肩的话，是不是已经有点凶多吉少了？看是有可能性。嗯，现在这样呢会厉害一些。嗯，是啊，是吧？没错。嗯，他没有实战没这么下。对他没有先爬。没有先爬。嗯，他是走的什么呢？他是走的断打，直接断打出来了。断打对下，直接断打出来。断打出来，嗯。非常强硬，我觉得黑棋嗯，直接断打非常强，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作战了。是他觉得他肯定不肯让你这空啊，就像刚才那样连扳过来，他觉得空被你围到六路太大了，全围住那。他不答应，他觉得不行。嗯、白棋也，白棋在那个地方补呢，嗯、你如果只是小尖补，他觉得哎这个不肯，所以呢白棋长了是不是啊？这个跟刚才爬到一下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了，是嗯。那现在呢？现在不同了。现在他爬，现在刺他他会粘，但是你这两个没交换着，嗯，对不对？那个地方用墙不行，他是这个时候爬了一下啊。这个时候白棋选择了粘了，他不虎了，不虎了。如果虎被他刺完尖，刚才说那是有点麻烦了。对，这好像收气也挺费劲的。哎，对对对，那个你看这个就有点麻烦。如果这样。哎，对，接上小尖，对它冲断，嗯，冲断，对，它长，长一个，对，这个棋就下面有点累，这个棋啊，嗯、收这个棋不知道是长啊还是怎么样，它这个棋啊就有点麻烦，对，白棋就有点麻烦，白棋即使能把黑棋吃掉，估计也是，如果这两个不交换，这两个不交换，嗯、黑棋没交换，它白棋就长了，对吧、嗯？这两个如果黑棋没交换着，现在白棋就会长在这里。对，就是藏在这里。嗯，哎，这两个一交换完了，你看让黑棋不一样了。嗯，啊，有可能他说不定尖呢。是不是团一个，团一个也有可能。这看着好像白棋，我觉得杀不杀的赢是个问题。这个是白棋已经麻烦了。对，我觉得好像白棋不一定杀的赢。因为这两个交换紧着气了，嗯，是吧？好，这个地方就有点区别了，所以他要先爬，但是这个就有点。先爬有点老谋深算了，没那么远就想到现在这个实战正好走成这样啊。嗯。再爬，他就转身了，他走这个。是粘上。现在就不一样了。嗯。现在，他这个就多出，他封不住他，就是封不住白棋啊。这上面肯定是罩不住的。哎，你不管尖他能跳出来，跳他能尖，对吧？嗯。所以他那我就先尖在这儿，他是尖的往外跑。嗯让你补呢，他就跳。结果呢，白棋再抢一头，来再摁了一头。他也不担心人家走这儿，走这儿的话，白棋可以跳一个，对，是吧？这个棋呢，你看这个是不行的，是吧？刚好把它吃掉了。对，这个是不行的。嗯、这个，他防着你这个尖，对，这是防着，对啊，这个是不行。那就是说你没有那个尖是不行，他我应有一个跳，那你只是飞的话，他我就有个跨断了。哪怕最不狠的，我就拖过也行。就是这个棋，他杀不死这个。他怎么也先连不上去、哎？对，首先呢，他靠一个借力往外去，嗯，借力这个对的，借力一般都是这个目前这个地方没有手段先借力。你如果过扳断，那我好整一圈之后，你这自然这面就要出问题了。是的，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手段。嗯，哎，这个挺好，靠一下，那个白棋也不敢随便扳断。这扳断也是这要吃不敢，这个棋是常规手。这扳断啊，对，断了。这断了。断了。接下来怎么办？就是不好办了。接下来就没法办了。是啊，这个棋这面要打，这面要打，那个这个棋他就希望你来在这儿乱完之后，借你的力量，这个地方你受损了，嗯，有可能要杀你这个，嗯，所以说这个棋不要扳断，白棋这个不能走，嗯、这是常规的一个行棋手步调啊，他是走什么他就退一个，你看他忍耐。那么我再压一个，贴一个啊、哦，对不对？这里有扳，你要走这个，我这个顶先手。你要是这个棋可不能扳，为什么？
如果搬，我这一断怎么办？走这个麻烦了，然后再一接。哎，对了，这回到这儿来，这人家正好正好是个打吃，你会发现，这不能走这个啊，上当了，这是属于上当受骗。那么走怎么办？他就是只能退一个，这都得忍耐。为了你，为了这个忍耐都是为了这个安全。现在你既然还是不行，被他跳了。对。哎，那走什么呢？黑棋单退一个。不，这个还有没有别的招儿呢？我说，没有别的办法。是吗？我有没有别的办法？不知道。对啊，这个棋退一个。退一个的话，实战那个棋啊，感觉没走着什么东西，没有绷住是吧？哎，没有绷住这个棋。那是怎么着呢？再跳一个，跳一个和看起来也有点松缓，有点松缓。被人家拖过，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对，这个棋实际上是有点那个什么，有点有点想法，有点想不知道该走啥。比如说在这一带走走。那借借力，这种下法是不是可以考虑，是吧？这个这借借力呢，总想在这儿闹点事儿。那么，这我走这个，你走什么？我第一感要反击。要反击啊！这个就变化比较多了。我要一摆呢，可能多。那么最起码说这一带的走走是吧？这个飞一飞。黑棋飞这个。哎，对。那白棋靠断。靠断，好，靠断。也就这样吧。冲。断吗？断，哎，我纠结中。断一个，断吧，断一个，他立一个之类的，立一个，立一个，是吧？这个地方也可以，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那个什么，贴一个还是贴被他搬，然后这个地方不太舒服，像不是这个地方你要出问题把它又煎回来啊？煎倒是煎不回来，我可以吼住。啊，那你就喉住，喉住他收气，但是很不舒服，喉住被拐打一下。是，所以说他让你不舒服，这个地方他就下的不太舒服。有点这样呢，比他实战是不是会，有棋下，想办法走往中央走啊。那么我们看他实战吧，他走朴廷桓，韩国现在排名第一，而且排名第一已经很久了。排名第一，那么他很厉害，他的下法我们应该。觉得他是正确的，但是他这个棋，我们总想替他想想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别的啊？他是第一人，那就说明这棋相当厉害了。他走这个被白棋这么一点呢，这个算防住了。对，这条棍子呢，你得往外跑，对，是吧？他是他飞了一个，飞了一个，如果压他就连扳了，有可能是他现在飞在这里，这个形状呢，因为。这一打一打一扳，这个棋还得补，不走不行，不走这一打就麻烦了，打了这门就掰过来了，这个棋等于是你是一个，他是飞了一个，先手，这里总之是欠手棋的，对，就刚才飞一个这这个有个这个就算这么定刘老师说就这样是吧？您觉得呢？这样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对，这样你就受不了。这块怎么办？这交代给谁去？这样就可以。是啊，这个棋得补，它是冲断吧？冲，现在白棋冲断，冲断，冲断一下，这个还是得回补，这个补是必不可少的一手，要不然被刚才中间有问题，白棋那个变化受不了。这个棋走成这样的话，应该说是白棋还算满意了。你不管这个算定型了，它就撑住了。是的，你落了一个后手，就是说从黑棋来说，像刚才那样，我们总想或者其实你要飞一飞，在这儿制造点，可能比这个结果不差，要比这个走成黑棋走成比这个好一点，或者就是这个不退走得轻灵一点啊，有可能结果可能也有可能更好，但是现在就定型成这样，挖打一下，挖打一下，对，他又点了，他想。这个时候好像黑棋没法反击嘛，看起来。反击啊。很想反击，但是好像不行。他就如果反击的话，你就往哪儿反击？这儿反击好像有可能冲断，这被冲断怎么弄啊？这个接下来。冲断的话，这冲断好像已经无法抵挡了，看起来。冲断对，冲断这个，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个冲断。对呀、这里有个夹，这个冲断还不好办，不好办，因为这都是都挤了，都是先手。他让黑棋难受一下，这
这个没办法，好像。对。你知道他先手权力。这能点着一下还是挺。他的权力。他又跳了一下。这是跳补一个也行，这个白棋翻防住了啊。对，把自己加强。对，防住。接下来打入了。这步棋是白棋下后之后终极的目标。对，这个地方。终极的目的。这个太大了，这个。这步棋必须要下。能抢到这一步棋，白棋就可以了。对，成功。就是全局就都前面小地方有点损失都没有，但是实际上黑棋啊，嗯，我就想他这个地方要是能抢先手，当然最好。他就是抢不得先手这个地方。他就走不着了。怎么抢？我当时说。中间靠一个，就怎么样能够清明的抢个先手，哪怕这边稍损一点或者气的小一点，把那面给抢到这个尖，那个全局还能回来。对。但是呢，经过这一溜，你这个很重的回家了，他虽然吃的不是很大，但是呢，被他抢到这一招，打入和你抢到你的这个来一来一去，你说黑棋先手这一尖。和打入这个差别太大，那一手棋太大。其实你这个把这个气掉，能不能先手赶快抢这个，其实是最主要。全局来说就，现在白棋只要抢这个，全局胜利，就是白棋挺好。对。现在是白棋，很主动。好下。对。好下。嗯。就没有什么，你就这一块，我这儿脚上有木，那面有木。嗯。这碎木加起来，我这一打入，你那没有别的了。没错。贴木。就没多少，嗯，现在是白棋好下，嗯，那黑棋这颗子赶紧处理啊，这不能死、啊、常规手段，常规手段。然后大跳跳，大跳在这儿，跳在这儿一下瞄着这个长，长着还在攻这个、嗯，但是目前来说，你长他一拐啊，这个棋他也是回家的、嗯，暂时来说他还不怕啊。对，所以作为白棋这一方，你虽然说打入看起来形势不错，但是你接下来怎么处理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啊，这个打入的子接下来这个脚上怎么进行啊？嗯，非常重要。对，这怎么下呢？这，如果说刘老师他一般下个，比如说二五清分之类的，怎么样？您觉得？这个吗？嗯，这个，还是这个？他一般是不是二十四好一点？啊，这个就这个这样的，他可能都是这一类的、嗯、啊，都是这样的。这个会砸定这个。嗯，那就差不多了。如果是二四和二五，这是普通的啊。但是呢，他的下法可能，他的实战可能更加，这个是最普通的。但是这个棋总是白棋在这个角上有棋下，对，有个常规手段。好。实战白棋没有这么下。实战啊。对，实战它是脱脚的。脱脚是最常见的棋。对，最常见的这个脱脚这个棋呢，你如果这样，当然是白棋希望的。嗯，能下成这样很高兴。你立和粘，白棋都觉得挺好，它顺势过来，你那面棋也是薄的，这个棋定型了，白棋挺好。那你必然是搬外面，必然是搬外面。黑棋要搬外面。哎，对，必然是搬外面，不会走这个。对，他搬到这个，搬这个，黑棋哈。黑棋搬一个。搬这个。黑棋搬，嗯，然后，哎，这个棋，我来，搬一个，搬一个，然后白棋连搬，连搬，对，连搬，嗯，这个棋就复杂了，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是特别复杂的棋，其实这个时候，黑棋是不是有很多种选择呢？在这里，黑棋啊，嗯，有很多选择，很多变化，很多变化，这个棋你要说变化，首先你走狠的是不行，比如说这个打吃这个，嗯，它长，长，你再走这个是吧？这爬一个行。他走这个，他打这个是吧？打吃这个，白棋。那他拐一个。拐打。拐打。长一个，他爬。爬一个。嗯。有点难过了。现在黑棋唯一能抵挡的招法，也就是搬下去了。那这不行，但这个被二路子被先手吃掉，这个、被走把那个吃了、哦，是吧？然后他打吃，把这个尝一个，这个外面被、这个、外面再被滚包一下也受不了。他是长，然后他在外面再滚包一下，对，这个就麻烦，再一尝再一夹就更好。这感觉这黑棋这三个子已经差不多了，这还能活得了吗？
这个黑棋就崩掉了。对，这不行，不能这么下。不能这么下。是的。这是不可以的参考图啊。对。刚才我们摆的变化呢，是觉得黑棋不成立，二路打吃。对。那么在这一带，黑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招法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好，一会儿见。好，一会儿。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十八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十一局，由范昀若对阵朴廷桓。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刚刚拖完连扳了一个。拖完连扳，这是最常规的手段。一般的情况，应该是黑棋粘上是最多的。因为你这个棋啊，打也不行，长呢也被他白棋连扳也不好。一般是最常见的是粘上。现在呢，朴廷桓走了一个特别的棋，他走了一个连扳，这个稍微有点出乎意料啊。那么打也是必然的。对。粘上。那现在就两个选择，一个是粘，一个吃，你白棋选哪个？其实我觉得吃也是完全可以，我觉得怎么两个都可以似的。假如走这个，你提这个，其实这个棋白棋再往前震一个，其实这个棋白棋很好，是啊，那个抓花就我觉得就可以了。对，这个角啊，你还得提，不提这一长一拐也有棋。所以这个棋我都很奇怪，这个棋为什么要连扳？连扳，白棋反而是选哪个都行。黑棋会不会不断打？他直接打在三三，您觉得怎么样？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打这个啊，现在打三三，那你还不如单粘呢，单粘。哦，单粘啊，打粘打这个人家粘上，你还得挡啊。对。那肯定是损的。哦。那还不如那个，这个棋白棋的选择是什么呢？白棋选择啊，就打是必然，对吧？白棋打一个接粘上，他是粘的，他接住。不过小范啊，他觉得这样下也是不错，也是吧，因为你这一扳你是受不了的，是吧？这脚很大呀，脚很大，活的。对，这个棋他是走成这样，然后白棋黑棋打长，他为什么不能单二路长呢？他一定要打两下呢？单二路长啊，你只是就黑棋这个不两家不打吃。假如单长一点，假如单长，对啊，假如这个啊，黑棋单长，现在单长，他会扳这个角，他会扳角。哦，单扳角，扳角，就外面就让黑棋补一个。黑棋你也不好扳，你黑棋你他肯定得先顶一下，顶一下，好，顶一下他粘上，然后再怎么补在哪儿？这确实个问题，是不见得，这挺也不见得行啊，挺有学问的，补在哪儿？可能也不好办，也是不好办，我不知道应该补在哪儿。对，这个地方呢，你自己的形状也不好，好，我们再来看啊，这都不说，那么他就先打两下，他觉得这样打两下啊，这个定型，朴廷桓。我怎么觉得他这个下法，我怎么觉得他跟他的全盛时期没有那么厉害似的，全盛时期的棋很锐利。现在韩国第一人，我怎么看着这个棋，我们这个小范呢，或者大范、小范、二范都上去都能给他下。现在白棋走这个，我估计小范大家以前都不是很清楚。对，范昀若其实之前呢没有夺得过国内头衔战的冠军。这一拐啊，然后你总是要飞。现在呢，他是单靠的。是的。单靠。这个棋黑棋扳，但是这个棋啊就应该挡住。把它挡掉。挡掉算了，其实这个是最简单。啊。因为下面你没有什么棋，你扳我就加一个就完了。是不是这个很就看得比较简单。就冲出来了。你那个角上没问题，这个里面要出问题了。那里面要出问题。其实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下法，而且最有效。特别清楚。特别清楚。啊。你那个扳不了，那么你干只要是让白棋脱先一走，白棋只要往这儿一虎的话，那这块棋就不活了。很麻烦，马上就是要你的命。所以其实就应该挡掉再长，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很简单的没有棋下。这个时候你断，不管你走什么，你断的话它也是加，它这个加不管你这个地方断的扳的它都是加。加一个黑棋很难办。很难办。这个、对。这个棋
很简单的，其实就是白棋好，但是他没有那么下，我不明白这个棋，朴廷桓没走出什么特别能够让一局你自己优势的棋。嗯，但是小范呢，给他的实际上给对方一点机会，他是走这个，他没有把那个挡掉，没有挡掉，给黑棋走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走这个没有下掉，人家让黑棋机会了。这个呢，形状白棋并不好。对，现在黑棋上面很厚。哎，你让他活了，刚才挡一下，那里面的没活。你只要为什么不挡啊？保留的太多了，然后白棋加出来是必然。那么他得从这儿打，那么打他也难看了。接上，对，他这个地方是有个挂有打，知道吧？所以这个黑棋是自补一个，自粘了一个，自粘，因为先走他粘上这个地方，自粘一个。这个时候白棋该选择了，白棋啊，这个走上他补角了，嗯，要补角，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就长一个即可。他这个角就留着给人打劫没关系是吧？怎么打？你是走这个吧？这就加一个搬啊，长回来长一个。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可以？侯一个里面没死，是个打劫。刚才说对，哎，你这几种下吧，我走这个，你是点这个吧？对。那我就在，其实我就可以脱先，这样让白棋吃的都死，不知道该怎么吃我。好，你来吃吧，补不补劫？补的的话，那个气长的不得了，我这收气。嗯。这样，实际上让黑棋更难过。脚不要了，我把那个外面都走后，吃掉你的空都不多，更何况你里面吃的一塌糊涂，不知道该怎么收气。这个下法其实是最佳哦，就应该这么下，收气，哎，他没有这么下，对，没有这么下呢。其实让他来吃角是最佳的，他没有，他是选择了什么补角，他是补角尖一个，哦，被他这一打呢，不敢粘了，这粘不上，粘上了被人家一粘，是不是？那肯定是两头死一块，对，是吧？这儿被尖死了，哎，对对对，这儿被照死了。他是不粘了，啊，不粘呢？死了。那走什么呢？他就气了。他只能拐打一个，那被黑棋抓了还是很厚实的。这个其实是损失大，比脚大。嗯。脚看着很大，实际上中央大。为什么？我们看实战，他拐打。拐打。拐打之后，白棋一提，白棋提是先手提，嗯，哎。这个一来一去啊，看着中央没目没有脚大，但实际上不同，还飞蛾还得先手被他抓啊，后薄立马不同。现在呢，黑棋挡还先手，你这一点受不了。嗯，这儿有个点呢，不是点在那儿，不是点在那儿，它这个地方黑棋有点，嗯，黑白棋补啊，白棋他补了。对，白棋是补什么？补的这个白棋跳二二，跳二二是吧？是二二，对对。补的二，然后现在实际上这个角本来让他吃，那角上吃的其实很难。现在你后手是，虽然是把角活得很大，嗯，但是被他落了个先手。嗯。黑棋落先手，这个时候黑棋啊，其实这个时候有一定的转机。嗯。有一定的转机。对，黑棋收的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哎，有转机了，不错。其实对他走这个，他先靠了一下。实际上最狠呢，他还可以搬到二路，哦，就是不长啊，搬到二路还是一个很复杂的变化。搬这个，对对对，也是个很复杂的，哎，再顽强一点，其实他这个时候稍微松一点，他退的，退的话也没关系，也还是他的，还是黑棋有胜的可能，嗯，哎，他是点了，他点进去了，哎呦，这个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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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点进去的下法目数便宜吗，刘老师？这个下法你必然是走这个，你一挡被他夹了，对，是不是啊？这受不了。你不能挡，得被他夹了，你只有这一步，哦，这个地方特别复杂。哦。然后他冲，爬一个，爬了一个，他挡住是吧？嗯。断。断一个。断住一个，哎。长。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是关键。嗯。他应该单搬。单搬这个。对，单搬好一些。单搬，单搬好。单搬你走什么？单搬我也得硬啊，对，不硬了。你吃呢，他会叫吃，你不行。你只有，哦，你走什么？有点麻烦。这团过去了。对，再叫吃。
再打吃。对，你可能你有点麻烦。对啊，你可能不知道走哪。对，这样的话官资便宜，比那个好一些。嗯，我们看实战，他实战他不是这么下的，实战他走的什么呢？实战他是直接的，这朴定环呢，他就把这两下打掉了。对，他是直接打，打一个粘上，再来一下，痛快两下，再扳抢，这个是必抢的。嗯，他有个双吊吃，但是这个木便宜吗？这个木叔，这个是白棋这一双吊活了，不如刚才那个手法，黑棋那个手法木比这个强。是好，这个地方先再说过，这算过了，也被他白棋便宜一点。下面白棋走什么呢？黑棋飞一个。下面是黑棋对飞的那个飞大，靠住靠。这个靠是常规手段啊，常规的手段。这太大了，不走的话。哎，当然是当然的。哎，他走什么？这个靠一个，现在这块棋是活棋。黑棋小尖了一个。哎，这个尖是一个收官的手段。收官这部分的收官是最佳的手段。嗯，最佳好棋。尖住。尖住靠一个，对。打吃。对。他是不是应该直接把它粘掉啊？不是。这个棋以后黑棋是要走在这里，哦，它是团的。哎，官子要走是走团的，哦，团一个是他的先手，哎，哦，原来是这样。对，团以后不走，我这一打，这一打不是一打提了再一恰吃，哎，嗯，团先手，但是这个棋呢，哎，对，再一急打，哎，对，以后是有这个棋，对，官子是团是先手，嗯，那要话又说回来，那实际上白棋啊应该是。拖的时候应该退，哦，单退，单退最好。嗯，这个地方官子很微妙，也比较细腻、啊，确实。不要打，是单退最好。啊，因为你再爬的时候，我一个扑，嗯，又扑了打，就不一通了。他拖完了，他先拖先了。对，拖先了。然后黑棋顶。顶，他冲，冲一个。就冲在这儿。这个时候白棋不，这个时候白棋还有一种下法是立下来，单立。现在单立，单立，对对对对对，单立这个，单立这个也有这个，这个下法也不错，哎，这个。那是接下来又要从哎，白棋黑棋只有粘这个，黑棋只有粘哎，对，然后那可以脱先了，哎，对对，再脱先再压一个，哎，对对，应该是这样是有棋下，嗯，哎，那么他是实战，我们看实战，这个下的很微妙，现在都是读秒了，这个是棋是挺快的，这后面棋真是很精细的，都是精细精细，非常的挡住，对。他是打吃，够黑棋把这个先跑了，跑了一下。但是这个棋呢，跑了之后他是没活，关键是哈，他把这个扳住，是不是？对，扳住这个棋呢，黑棋得补。嗯，不补这就死了，不补他一尖也死了。怎么都死了？都死了。是。哎，这个白棋得补一下。白棋得打吃。白棋打吃这个啊，白棋得打吃，这样活了。这个尖和这个尖两个能做都两面做眼是吧？现在呢就是说黑棋老先手，黑棋走什么？黑棋把那停，那个是必走必抢的。这个太大了，因为走完了这上面还有打劫呢。这个毫无疑问。啊，然后白棋压一个。压很大。压一个，你不走被人家尖死了，这里面压非常大，压非常大，好多压一个大啊。这个棋呢黑棋是团的。是的，实际上这个时候黑棋早先团是能够团着的，对，那么提之前也能团，因为不这一冲一断的死了，是吧？对对。他忘记了，他怕虎了之后被白棋打先手，这可能读秒，他怕他害怕白棋打，那么黑棋现在团了。对。那么这个棋白棋能长着，哎等等。他先冲。哎冲，哎对冲，哎你如果现在吃这个，但是那个打，那一顶死这个打。对，这个比这个大，嗯，所以黑棋补那个，白棋提这个，对，这也用，粘上。这个变化是怎么说呢？也是说算两分，但是不管怎么，白棋能够先手走到这个了。总的来说，白棋还算可以，虽然你走白棋不亏，也算可以，是吧？这个白棋不亏。对。哎。这现在形势应该说还是比较焦灼的吧？现在白棋不错，白棋还不错，嗯，已经白棋还是可以，嗯，因为他这儿走着了。对，刚才那一带底下黑棋可能没收好，白棋黑棋收到可能好一点。直接单扳一个，嗯，哦，
那么白棋的胜的概率可能还可以。现在他现在是多一点，该白棋走。对，现在白棋断一个。断不对，断这个棋不好。这个棋应该走什么呢？这个棋就是应该走这个，把这个挤了。嗯，挤了非常大。这个千万不是这个要一定要抢，为什么呢？这个挤完之后啊，把这个走了，这个棋就没有什么后面问题了。嗯，为什么？这个全都给吃掉了，都是你的白控了。中间你这个折不死，这中间也没有死棋，现在就只有收控，那里面就打劫而已，那是局部问题。先把这个太大，这个如果抢了白棋啊，就明显的这个棋就优势了。赢下来了，要赢了。哎，这个棋这个太关键，这个太大，顶掉味道没有了。嗯，然后又是控了，嗯，这个一来一去巨大，这哎，这个眼见的一目了然，就是它是控就一大堆了，更何况它是味道不同。对，他走的什么呢？他去断，实际上是他想以为先手，嗯，哎，单断一个，单断，拐这个棋呢，长一个，不走。你如果贴这个，被他一吃，这个棋没活，嗯。怎么说呢？你看这个棋啊，这个棋黑棋麻烦了。这发现黑棋要死了。这走一提这个眼神杀他了，对，是吧？但是呢，这个棋啊很绝，很奇怪啊。嗯、你看他，我们看实战，他往后，我们看实战。嗯。这个时候，哎，当这个时候啊，白棋长的时候，嗯、是吧？白棋长的时候，黑棋在这个地方走一个。这里面有。这两个没有，这两个没有，对，白棋断了，对，这样的，对，这个断过分了，这个白棋断，没想到黑棋有这个棋，先让你给我做活，你现在提这个，我就补，然后你还得后手做活，不走我这一拖你死棋，是的，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两个由于没提掉，上面白棋这个子跑不出来。对啊，嗯，他这个棋是好棋，是，白棋没想到这是插一个先后手，他先拐冲一下。对，这个是不能啊，哎，因为这个把黑棋没有办法贴，是，这他倒不管怎么还能抢到这个，然后再小尖一个，哎，小尖只能补这个，对，哎，这样一补呢，你跑不出来了，一跑一打一走皆不归，对，他先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然后黑棋再抢那边了吧，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白棋在这儿断呢，效果不好。那显然不如刚才这个挤完了，对了，大挤了走那个就赢了。现在局面不同了，局面走什么了？现在黑棋顶赢了，顶那个太大了，那个不得了。这不招棋一走啊，局面真的是很难说了，很难说。哎，不能说是谁好了吧？嗯。白棋现在上面一路飞了一个，一路飞，大飞，大飞，把顶住是吧？然后再来这个，点一个，点一个，先收刮他一下。那这个时候黑棋，他是贴的，他实际上应该侯一个，应该走这个，把这个子吃下来，把吃掉就可了。哎，那都活了嘛，都是眼位，又是目又是眼就够了。没错，没错。哎，他没走这个，他走什么了？他是走了一个稍微损了一点，这个棋黑棋。走的朴廷桓发现官子也有问题啊，哎，他是没有，他是黑棋朴廷桓，他是贴的双板凳，贴一个双板凳并不强，然后打吃这个他粘上、哦，这个不走还里面是没活，对，并没活，是吧？还得再走一个，对，这挺对，他得走着不走，你看他一冲一走，他并那个这棋没活、嗯，这个棋是个要点。所以那个棋不如侯一个来的实惠。嗯。那现在，挖吃的你的先手，对。哦、这个早先挖掉的啊。对。然后走成这样之后呢，白棋。把这个挤了。逆收。啊，这个太大了。逆收。这个、本来是黑棋可以走的。对，本来黑棋的先手被白棋走掉了。对，逆收。但是黑棋之前有没有机会先把它走掉呢？也很难说。这好像不见得有机会。对，他关键是啊，他逆收，他本来你走掉，我白棋也放心了。
上他现在要不走啊，他有点不舍得走是吧？不走的话，他这面还有可能接。啊，他有点不舍得走。不是，你要不走这个的话，他这里面一尖是出问题的。尖，啊，一个，他只能粘上。再一冲下来，挤一个。冲下来嘛，挤一个，我有可能粘呢，这是个挤先手啊。哦，还有这招。哎，都有可能啊。对。所以说，他挤也是防了你这个尖。舍不得先走。哎，你要先走，我可能还算了。嗯。现在白棋逆收这个也很大，非常大。嗯，这个也是胜负的敏锐啊。对，现在该黑棋走是吗？黑棋先打吃了一下，打吃这是他的先手。那这个还差一只眼，这个不是重要的。哎，这个没关系。然后再把那个打吃这个，我以为他要开劫了呢。当时这个棋的时候，这个棋他走的次序有点问题了。啊，哎，他如果不打算开劫，那他就对他要么别走啊，别走直接挡。对啊，现在走两手挡是亏了，嗯，这个时候他最佳的是搬，只能搬了，一路搬，这是打劫，嗯，必须搬，哎，嗯，他挡住，然后你再挡，那个打不马上挡也可以啊。现在打吃，你只有走这个，他扑是个打劫嘛，是吧？对，这个时候可以先脱先了，再挡，再挡这个，哎，对，这上面目数已经差很多，你白棋不能粘了。不能粘，你只要补提了补，这样的话已经差出了一目半。对，哎，那么这样的话走下去的有可能是半目胜负，或者说，那极其危险。朴槿桓赢半目的可能很大，但是呢，这棋啊，这个胜负这个就出在这个地方了。我觉得朴槿桓是不是这儿看错了什么？他为什么打两下他又不走呢？他啊，这觉得很奇怪啊。他可能想多了，他想什么？他想效率更佳，或者加一个。哦，你打吃我后面打呢，以后即使输了也不损。哦，这棋是可以加一个打劫，加在这儿，哎，这样更好。哎，对对对，但是这个棋呢，加了你解消你也累。对，他在犹豫。如果打吃的话，他就对，而且打吃他后面打，后面打，后面打，对。但是这个劫是好几手棋。哎，对对，他可能在犹豫。当然，你搬那个就简单，对，就想多了。哎，就是对，有选择的时候比较费劲。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在读秒当中，嗯，因为这个一想多，做时间一读，他就在纠结，七八九一念，他必须选到底是搬还是加？对，他走这个，他不过他是这一走呢，嗯，他挡这个，挡这个，挡了一个现在，但是挡一个黑棋愤怒的一粘，把这个粘上先，这个两个子不能被人家先手吃。那个愤怒一粘，这个粘上补得太愉快了，损了。嗯，其实你这两个不交换啊，还好，他就都交换完了。对，哎，都是读秒当中。上面这个虎本来是黑棋，他还有呢。嗯，他是搬的一路，他可能是想还有想问题呢。他以为他挡不住。哎，对，他以为他挡了，他可以断。这个棋又是个复杂了，他挡住，结果他遭到人家挡住了。对，他白棋之前先走了一下，打吃了一下。对，这都是因为读秒算那个什么的啊。打吃，哎，他是不是他也来那个什么了？他打将开始。打将，他也打将了，他也打将了，损两个，他以为可以多出两，多出一个思考方式了。嗯。现在啊，黑棋两难。假如说断掉，我吃。哎，这个我就这样。哦，这个我只能。我这样，我这样。那这个不行。哎，你吃这个，我提两个了。哎，这个不行。哎，你是最狠的是什么？我只能打一下。我刚才摆的不对。哦，你摆。我只能这样。那我提掉。对，你再闹，那我就气了。他就失气了。哎，给了。那我都给了，这个给了，没事。我打一圈。这个黑棋，那我再往前长。然后长一个。对，这个棋黑棋完了，因为什么？你只吃十多目，我这个你损了可还多呢，亏了。哎，亏了。亏了。这个不便宜。嗯，然后白棋还抢一先手。对对，这个是黑棋必败。嗯。那么你只有什么呢？对，这个地方又是个复杂的变化，这个又是个复杂的变化。他这个棋啊，嗯，哎，他实战顶了一个，顶一个，他没有办法。这个棋非常非常复杂。我说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说，嗯，他可能还有，他是希望什么呢？你这时候粘的时候，我再来，那就不一样，他滚打不着了。跟刚才这个棋，哎，我们说说啊，嗯，如果你走这个，假如说粘上，哎，这个时候他有机会，先断，打吃，再断吃，提掉，再长，那就不一样，这个时候是，那只能这样了，这个和刚才不同了，
这已经差两目，再加上这底下差了一目，这个黑棋合算，这是差三目了，这合算啊，最起码这个棋不，所以说白棋不能走这个，不能这样下，不能这么下。但是黑棋有一个手段非常复杂，但是这个棋要摆都摆不完了，为什么呢？实战哈，它是有一个断了单长，断了单长，然后再断打这个，不是拐打那下去。如果这样，对，这样，对对对，这样，哎对，这能行吗？这个地方是这样，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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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要先打掉，要先打掉，提掉，然后再拐过来，哦，要这样，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然后它粘上再打住，然后这个棋呢，最后的结果也是白棋，是个结，可能胜负，或者是白棋胜率稍高，这个就，要摆下来，这个都没时间了，因为太复杂了。嗯，这是黑棋都在读秒当中，他没有时间了。给大家看一下实战，一走呢，这样就定型了。对，对，这就定型了。这个呢，就是说就没有什么，对，把这个吃了，把这个吃了，哎。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官子了，这就是小官子了。他就断一个，断一个，收的是他家，然后把这个团打掉，团打掉，对，冲了一个，打吃，打吃，嗯，提掉，对，这是，对，接上，接上，白棋把这个长了，那么黑棋把这个铺一下啊，提掉，把这个再两个吃了，然后白棋把这个粘上，后面也就是。差不多就收成这个，收成这样，我给大家快速的把这个，这摆的差不多，这就是彻底小官子，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了，小官子，啊，后来就黑棋把这个，把这个粘了，对，提了，有小官子，对，最后这盘棋的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基本上不影响胜负了，已经，对，对。这跟胜负已经没有关系了。嗯，这样呢，就是小官子收完，最后是盘面五目，赢了一目半。对，翻赢了赢了一目半，最后结束了这届的擂台赛。最后好几个人空着，就算大胜啊。应该说，范云若不管怎么是让这盘棋能赢下来，还是挺不容易的。对啊，虽然有些地方还发挥的不够完美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体现了他的实力。好的。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